圣经打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八节。十五章第八节，第几节？找到没？一同来读第八节、第九节。一、二，这百姓用贼船经过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待我言事枉然。好了，好了，感谢主，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信息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将因信称义显明给我们。今天就求你在我们中间动你的工，将你的众儿女的心托起来，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接待主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信心上扎根，使我们在你真道上建立。就求你将众弟兄姊妹的信心扎在基督的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撞着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些不听主的话，就如同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风吹雨淋水冲撞着房子，房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带领今天下午这点的时间，保佑每个弟兄姊妹，使我们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你将我们心从世界中间收回，从肉体中间收回，从律法中间收回，从旧人里面收回，从旧事里面带出来，使我们每个人都踏进约旦河，每个人都过约旦河得那应许之地。因为你已经在约旦河那个地方已经给我们设立了应许之地，那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乃是主你所给我们设定的，使我们每个人都得那地为业。因为我们你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就是天国，我们要进天国得那你早已经预定给我们的永生，我们要在那里得基业。请你来保守下午这一点的时间，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你站起来，你亲自来会对你自己的众儿女说话，你叫你自己的瓦器每讲一句话都凭着主你的带领，凭自己的口在说话，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了，感谢主的恩典。现在经过说，这百姓啊，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了我。他们怎么远呢？就是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主也是枉然的，他拜不了的。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因为今天凡人吩咐你的，你不要去遵守。圣经也有人吩咐，也有神吩咐，神把这两样的话都放在圣经，而且他在圣经中默示了这些话，肯定会有这些话。所以有人的话，还有谁的话？神的话，还有谁的话？鬼的话，就叫你来分辨，看你能分辨是人的话，是神的话，是鬼的话，但是都是神默示的。神把这件事默示完了，肯定有这件事情发生。有人就听人的话，有人听鬼的话，还有听神的话，这三种声音你要辨认一下，到底从哪来的？从鬼来的，那这个人就说鬼话；从人来的，这个人就说人话。从神来的，他就说天上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佛也是枉然，白拜呀。有的人拜了多少年了，枉然徒劳；信了多少年了，他没明白救恩，仍然没从罪里得释放，仍然没有因信称义，仍然没有得到永生。这个救恩在他面前，因为他糊涂无知，因此导致上帝没有开启他。信了多少年，上帝并没有开启他。上帝几时开启你，你几时被光照，是吧？几时开启你，你几时就显出了生命。所有的律都是光在光照着他，是不是？光照他之后，他就开始显出他的生命。这个绿色代表生命的象征。说没有这个绿色，没有这个光，这个绿色永远显明不出来。花草树木都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它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塑料花，你怎么照它也不行。你信不信？回家做个试验啊！
你摘一盆塑料花，假的，是不是？你再摘一盆鲜花，你放在你家的窗台上，是不是？放在那个台上，然后呢，太阳光照着这个花，真花假花在光照下就可以知道了。是，真花总是向着太阳，那盆总是向着太阳，是不是？所以你把它再挪过来，它又向着太阳。再挪过来，它又向着太阳。你怎么转，它向着太阳，因为它是有生命，就向着什么？向着光，对不对？有一种花就向日葵，对不对？向着光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生命，就向着主，这光如同它的主一样。我们光是谁？主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的人呢，他不向着光，向着人。表明他是属谁的？属人的。有的人不像人，也不像神，像谁？像鬼。所以他说话也像鬼，跳大神儿像鬼，占卜的行邪术都像鬼，是不是？有的人说肉体的话，说情欲的话，像谁？像人。有的说天上的话，像谁？像神。所以那塑料花你怎么放呢？它是什么？因为它没有生命，是不是？没有生命的人，你怎么？放在阳光下晒它，它也没有用，它也不能长，是不是？它是假的，真假在光中就可以显明出来。好，我们再继续看，说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这样都是罪的啊。罪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诗篇，刚才咱们查的那个经文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对不对？恶人是站立不住的，那罪人也是站立不住的，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看，这是第五节啊，是吧？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站立不住，对不对？是吧？第五节，一章第五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什么？灭亡。你在哪个道路上呢？你在哪个道路？是在义站在义人的道路，还是站在罪人的道路上？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是不是？最关键的断定一下，你是否是罪人还是义人？你要是罪人，你肯定站立不住，是吧？罪人在义人的会中站立不住，因为他俩是两种人。一个是无罪的，一个是有罪的。在这里面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的，连一个都没有。这里还提到罪人和义人，那这个义是什么义呢？咱们再看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十三章，罪人的结局是站立不住，就是站立不住的。罪人呢，在义人的会中是站立不住的。站立不住啊！还有是什么？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找到没？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什么人啊？罪人。那你这里面说罪人必被除灭呀、啊？必被除灭。那你是什么人？你要是罪人，那你就是被除灭的对象。罪人必被除灭，说是耶和华当耶稣来的日子。头一次耶稣基督来是拯救罪人，灭绝义人的，是不是？第二次来耶稣是拯救义人，灭绝什么人？罪人。耶稣再来就除灭罪人。那你要是罪人，你就是被除灭的一个对象，听懂了吗？必须在耶稣未来的时候你就与罪无关了，听懂了吗？所以你必须成为义人，不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死，罪人结局就是死，就是被除灭的一个对象。好，咱们再看箴言书，
真言书，看真言书多少章。我们看啊，从第八节往下看，第七那个十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晓得吗？是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什么？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如此。罪人的结局就是这样，罪人和恶人是最后一个结果。下面说，一人得脱离患难，是吧？有恶人来代替他。不敬不，下面说不虔敬的人用口拜拜灵蛇，一人却知识说因知识得救，一人必因知识得救，你必须明白怎么得救，这是个知识。为什么我在查一心诚意，就是教你如何来得救。你因为你的知识得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得救。你有好行为，你不能得救。所以这个地方说，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就灭绝了，就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什么灭绝？罪人没有盼望，罪人盼望在哪里？罪人的盼望就是死，是不是？今天必须有一个义，必须成为义人。怎么成为义人？等一会儿我再往下讲。真言书十三章，往后翻啊，十三章滴滴。看看是多少？二十一节。注意往下看这段经文是吧？祸患必追赶什么人？罪人。罪人。再往下看，义人必得善报，是不是？祸患追赶什么人？罪人。罪人。说追赶的是罪人祸患，你要是在你仍旧是罪人，那你就被祸患所追赶。说即使这样，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都是罪人，都被祸患追赶，是不是？全天下的人都是罪人。罪人怎么样才能成为义人呢？所以这个罪人的结果就是死，罪人的结果在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必要被审判，是不是？罪人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他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是罪人，因此他迎接的就是死，他的盼望就是死，他没有盼望。你今天我们义人有盼望，等候耶稣来，你罪人等候耶稣来干什么？啊，所以盼望那日子的人来到的人是有祸的。你罪人盼望耶稣来，你是不是有祸的？是。人本身都盼望基督再来，什么样的人盼望基督来？义人盼望基督来，是吧？主啊，我愿你再来。那是多人都归义的人才盼望基督再来。看，单以理书。单以理书啊。在以西结书的前面，后面，在何西阿书的前面，单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章第二节，同学们，找到张地图来读。一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有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是把人领来领去领到罪里头去的，还是把人领到义里头去的？这个很关键。所以工人很关键，做饭的人很关键。你是给人做毒饭，还是给人做好饭，是吧？你是给人做的是吧致死的毒物，还是给人做的是吃了能饱的，还是吃完就蹬腿的？啊，你做饭那个人很关键，讲道那个人很关键，往哪里领很关键。耶稣说瞎眼的领路都掉进哪里？坑里去了。都把人领到哪里去了？啊，领哪里去了？领罪里头。而真正的经文说什么？
来说是祖国的，那使多人皈依的人将来要在天上发光如什么如星啊，你得叫人皈依，什么叫皈啊，进到义里面，进到神的义里面，这叫使人皈依，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罪人变成什么人呢、啊、义人啊，这叫皈依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发光出天上的星来。你讲了一年弟兄姊妹你们还是罪人，讲了两年弟兄姊妹还是罪人，讲三年你们还是罪人，讲八年你们还是罪人，讲一百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说这个人是瞎眼的礼物，是明显是瞎眼的礼物，对不对？讲一百年还是罪人，有没有这个人？这传道人本身就瞎眼，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要瞎眼别领路啊，你要瞎子许可瞎子，你瞎许可，但不许可你怎么的领路，许可你瞎不许可你领路啊，你瞎子你在领路你自己都找不着路你还领路吗、啊、你领路都往哪里领，都往坑里领，都往沟里领，那沟里就是代表领进罪里去，他没明白皈依这件事，上帝叫你把人带到义皈依里头，别归罪啊，归罪就灭亡，罪的工价是什么？死，归罪就灭亡，皈依就是得永生。你告诉我现在是义还是罪人？义，罪人的结局是就是死，这个领人归义啊，所以你必须领人归义，不归义的就在死的里面，这都把弟兄姊妹害死了。那你这一个人不要紧，你拦了一大批人进地狱啊，是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进不去天国，反正我也进不去了，他这门堵天国别进啊，我不进你们也别进，他死他还是抓几个，他死他就随便死，他死了不要紧，他抓几个叫弟兄姊妹跟他一起死陪葬你，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那个糊涂人的陪葬你，好不好？好，你得分辨呐、啊，你别不稀里糊涂，人把你往哪领，你就跟着往哪去，你也没有自己没有一点分辨，你不属他，你属主，你好好祷告主，主会开启你，是不是？你好好靠主，别阴心成义，讲来讲去阴心成罪，有多少人讲来讲去把弟兄姊妹讲到阴心成罪里去？啊，阴心成我谋罪，没有阴心成义。凡不讲阴心诚意的都使人归什么？归到哪里去了？归到罪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阴性诚意，对不对？他不讲阴性诚意，他就讲阴性诚意，最后不是阴性诚意的都归到罪里去下地狱了。有的人巴望下地狱，有的人是撒旦的什么呢？差役使者，或者叫差役啊，怎么说都行，或者叫差役，或叫差役，叫撒旦的使者也对，叫撒旦的差役也对。这个差役呢，就是啊，奉被撒旦差遣的，专门拦阻一批人，不让他进天国，堵住这批人，有一大批人被堵住的。耶稣说，引到列王大门是宽的，是窄的；路是大的，是小的。找到的人是多是少？多的。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路是什么？找到的人怎么样？少。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真的。耶稣说招上多选上少，是不是这么说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没有说多，有人说什么多少数服从多数嘛，这世俗的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要看人数，是不是？不要看人数有多少，不要看那边人多。伊丽莎在加密山上，就他自己是真先知，剩下全是什么？450个假先知。这时候就显出了以色列民到底是听谁的？是看凭眼见，有的人就凭这两个眼睛，一看那边人多，就都归向假先知。你看这边伊利亚对自己不会听伊利亚的，但是上帝
在以利亚这一个真先知面前显出了他自己的能力和荣耀。阿门。加密山上建了像，好不好？嗯。祭坛上建了像，加密山那个祭坛就是分辨真假的。嗯。那个圣果就是分辨真假的。嗯。对不对？对。你里边如果有圣果，就是直接上去就可以把真假给分辨出来，好不好？你可别在那嘴巴唱影了。滥竽充数啊！信耶稣不是滥竽充数的人。嗯，滥竽充数有一个一天上次会单调出来，来一个一个吹来。我看你们滥竽是不是滥竽充数来了？一个一个吹来，滥竽充数来，那得看看别人手动，他也假装动，边吹边，千万别单独啊！要单独就怪了，我在这就是混一碗饭吃啊，是不是啊？嗯。你在神家混什么？你千万在神家不要混，好不好？嗯。拿出一个就是基督的精兵，拽出来一个就是基督的精兵，站在破口就阻挡破口，是基督的精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拦阻的。他所口里所出的话语一出现就是一把利剑，可以击杀列国的利剑，好不好？千万千万不要听人的，人说什么，人说东他就往东，人说西墙头草顺风脑袋带过，有的人没有主意，是不是没有主意？人说那边对，他就说那边对。你看那边人多，那边对；这边人少，这边不对。那你有没有分辨？你有没有分辨呢？你的分辨在哪里？最关键，你里边有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嗯。主的云柱火柱就是带领你，这个云柱火柱就是指圣灵所的，是不是？嗯。就代表主的荫庇，又代表主的光照，在你里边引导你，你才能走路呢。刚才跟姊妹我们谈的，今天的祭司啊，首先没踏进约旦河，祭司都在约旦河以东了，他不敢踏进约旦河，一看约旦河涨起啊，水涨起，是不是？环境比这个今天压过自己的，大过自己的信心，就是都不踏进约旦河，眼看着前面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不是？祭司非得先踏进去，就这些传道人必须脚先踏进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它的水才能对了。整个以色列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你传道人都在那个地方不敢踏进这个河水，那就把整个以色列全拦堵在后边，都在肉体里头，没在属灵生命中间。迦南地才是应许，约旦河以西的就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以东的就是什么？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对不对？在旷野还没进入安息呢，只要在旷野中间，你就属肉体的，只要在进入过了约旦河，你就是什么？进入应许之地，没进入应许之地呀、啊，就差那么一点点，祭司就不敢踏了，就没有信心了、啊。他们全活在肉体里，没有信心。谁有信心？祭司抬着约柜，约柜高过人的头，以色列看到这约柜已经进入约旦河了，说一踏进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就立刻什么？对的，干了，是不是？可以过约旦河，如同走干地。一共是圣经里一共。出现过四次啊，哪四次呢？就是水对的，以色列走干地，哪四次？啊，哪四次啊？一共四次啊？谁能记住？啊？分别记载，在出埃及记里记载过一次，在。约书亚记里记载过一次，在列王记下记载过两次，啊，是不是啊？记载这两次，弟兄姊妹都能记住吗？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大队过红海的时候，是不是好几百万人过红海的时候，摩西用身脏的孩子击打孩子就对了，对不对？这是一次。再一个是什么？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最后呢，祭司脚站在约旦河一河对垒就分开了，是不是？还有一次，还有两次，就是什么时候呢？以利沙和以利亚，以利亚升天了，以利沙在后边跟着，对不对？列王记下，是不是？以利亚马上要升天了，以利沙在后边跟着走。所以呢，以利亚用衣服卷起来打约旦河的水。
水，约旦河水就分开了，他俩就走干地过去了。最后回来时候呢，伊利亚把衣服扔下来，最后伊利沙捡起来，又去打约旦河水，约旦河水又分开，一共四次啊、哦，就这次，四次，对不对？对，就这四次了。这四次代表四个途径，四个得到福音的途径。四福音记载的四的多数情况记载是四道河代表四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也是代表也是四福音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你的脚踏进约旦河了吗？踏进应许，这是因信称义吗？这是应许啊。他说你不因行为称义，乃因信称义，信吗？信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没得着的还没得着。阿门，对不对？谁信是得着？谁信是得着了，你就必得着。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因信成义，就是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把自己先抛在以外，乃是神所赐的，赐的就是给的，白给的。阿门，对不对？对。阳光是白给的，空气是白给的，雨露是白给的，说这是在的地图是白给的。十一的温度是白给的，是的，白给的，你不需要换，不需要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不需要人的绑臂就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得不得到？啊，得着吗？得着。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没信得着的，就没得着，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你怎么信就怎么给你成就，你没有相信就没给你成就，在你身上就没给你成就，听懂了吗？神这应许没抓住就丢到了许多，丢到了很多，说神给你的应许因信成义，白白成义的，不需要付代价你就可以成义，所以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改变上帝在我身上所定下的旨意，人也没有办法用自己改变自己，听懂吗？圣经这样的应许有好多好多，你们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经常讲这话。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瞎眼的来问耶稣，到耶稣面前站着，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眼说要什么？我要能看见。有多少人不要看见的，都要能啊，要能看见，这属灵的看见呢，这属天的看见呢，这灵眼打开的看见呢，属天的。瞎眼人为什么要那么多要饭的人，唯独瞎眼的人求对了。为什么他求对了？因为他眼瞎，他说我要眼瞎一辈子都别人供应给我，是不是啊？我要能睁开眼睛，我不但能自己能吃上饭，我还能供应给别人，不但我自己能做饭，还能供应给别人。你说哪个好？这圣经就是摆，就一本圣经，你也是那个圣经，我也是那个圣经，圣经没有两样，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圣经，但有看见，有的没有看见，为什么？没到主面前，那瞎眼的再脏，给我点饭，给我点钱，不是讨钱，是吧？其他瞎都讨钱，都要你钱，唯独那个耶利哥那瞎子。在耶稣马上要出耶利哥的时候，低买的儿子巴低买，是不是？最后一个机会抓住耶稣，别人都要钱要饭，他不要钱不要饭，要什么呢？这最关键。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就好了，我这瞎眼，是不是？我想要看见。弟兄姊妹这样求了吗？看圣经的主啊，给我看见，我要看见属灵的亮光，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一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以什么？我要通达，我要变成智慧人，我不要变成愚拙人，我要有看见。主啊，你叫我看见吧。主先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再给你，你不要我不给你，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啊。所以神的话语它就是这样，他的应许在圣经上。主说你来，你管我要，你要什么？你要看见，是不是？会要，这瞎子会要，因为他就是看不见，所以他就想要看。这瞎子不单单指的肉眼瞎，眼睛瞎，而是属灵的眼睛是瞎的。神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是不是啊？是，有这个看见，能看见圣经的亮光。你马上变成通达，用属天的看见，谁这样求谁就得着，谁不这样求谁得不着，谁这样要主不给他，谁没有要主不给他。所以这信是何等的重要啊！这信是何等的重要，一切你信心做成功夫，在信上建立章程，这圣经的话语。是不是到时候一个一个都给你找出来再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要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信是得到就必得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你这信的妇人是有福的，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应许，伟大的应许在圣经中，在圣经中星罗棋布的都在这里叫你去挑，用信来抓住上帝的应许，用信来抓住上帝的生命，就在圣经里头。圣经是文字，但是你不要看成是文字，你不要用死脑袋去记，记肯定记不住的。要用什么呢？用信的方法。不用你记，它就在你里边，不用记了。所以呢，活神应当活信。不要死记，记不住的。神要住在你心灵中间，就用心灵来信。不要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记累你的脑袋累这么大，也照样记不住。心灵是无限的空间，能装进无限的道，比这世界大的神都能装进来，好不好？就用这个方法。这就是你今天为什么能记住圣经的话语的方法，不是教的。不是背的，是不是？不是死记的，而是活着信，丰丰富富将神的道存在脑袋里，还是存在心里？是不是？存在脑袋里还会忘掉，存在心里，它在你生命中间，它是有限的文字化成无限的灵，就成为你的生命了，对不对？你还是有限的。全记一些死字句，没有用的。回到圣经中间，看看灵，神因为我们有限，所以把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文字，给我们这个有限的眼睛看。到你这有限的眼睛里，传递到你心灵中间，化作无限的灵，就产生出莫大的能力。阿门。对不对？对。它不是死字句，不是黑字啊。你要看字句，就叫你死。你看经济就叫你活了，是不是？你看就这么简单，是耶稣是很简单一件事，又轻省又简单。谁信不轻省啊？感觉有重担，有重恶在压着，你信仰有问题。你信仰一定有，他是释放人的。他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被掳的，掳就是俘虏的。是不是？被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姊妹，告诉我，信耶稣这么多年了，受没受过压制？受没受过压制？受过。感觉信耶稣很累的，很压制的，瞎制的，被瞎制的不得了。耶稣基督宣告，现在就是喜年的日子。什么叫喜年？就是神悦纳人的时候。因信成义恩典时代，对不对？对、啊。谁压制你，你不要服他的压制；谁给你设立一些规条，叫你服从他的规条，不要服从。
听从人的规条，主就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了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的也是枉然。枉然。上帝要什么样的人拜他？这句话谁都会说，心灵诚实。实际上一考验的时候就不是用心灵诚实，一考验的时候就不用心灵诚实，马上就哎呦这不好那不好，你不好才要心灵诚实，你要好不用心的，对不对？这不很明显的吗？都好还用信耶稣吗？都好耶稣说我在天上不用下去为你们死了，我给你们一些规条守一守算了吧。没有，你就说还信我，我不但要住进你心里，我把义给你，把智慧给你，能力给你，权柄给你，荣耀给你，把神儿子的名分给你，叫你完全代表上帝的形象活着。主耶稣不但要替你死，而且要住在你心里替你活着。信吗？基督不单要在地上是吧替你死，他怀的目的就要住在你心里，永不走了。好不好？好，然后住在你心里，谁来接待我？我在外面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叩门的声音打开了门，我就进到他那里了，他与我与他一同什么同住。这是应许吧。你会把这些应许丢了，丢了丢了西瓜去捡什么？捡芝麻去。你说糊不糊涂啊？丢了大的去捡小的，是不是？今天这教会中间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且我不是讲这些弟兄姊妹，而是讲有一些传道人都是那样的。你传道人，你首先要比弟兄姊妹先跨出一步。必须给弟兄姊妹先带出一条路，跨出去。祭司的脚必先站在约旦河水里头，代表我们先走一条苦难的路，我们先站起来，先经过主的磨练，先经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才能对垒，好把弟兄姊妹带进应许之地，好不好？好，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因信称义这关，我希望我讲完了，弟兄姊妹都能讲。好不好？我讲完了，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聚会点都能讲，你们都能讲就行。因信称义这个地方是很不好讲的，因为很不好讲的，对不对？它不像你查经讲道，加拉太书从一章一直查到第六章，这好查，对不对？一天经经过往后解释，这么查经。但因信称义专题讲道，必须把人带进最义里。从义罪里带出来进义里，这要是领多人使多人归义的人是有福的。必须明白怎么才能因信称义，前面是把你罪显出淋漓尽致了，坏到极处了，是不是？人心的败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没有再收拾的地步了，所以神才把你带到因信称义里面，叫你自己没有，为什么把这个写到这个程度上？就说人都是罪人，没办法自拔了，没办法自救了，人不能自救，人不能自救了，就坏到极处了，恶到极处，都是罪人，对不对？第五、第六，人心坏到极处。人心坏到极处，看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从第九节开始看啊，第九节，先看第九节啊，找到吗？第九节说，一同来读，一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了，先读到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什么叫坏到极处呢？就坏透顶了，对不对？啊，坏，再也没有再坏的了。是指一个人呢，是指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因为上帝都知道，人在亚当里没有一个坏的，没有一个不坏的，在亚当里都是坏人，
对不对？在肉体的没有一个好人，因为他都是一个根生的。亚当坏，你也坏，因为你是亚当坏根生的，对不对？对，坏到极致了，再不能再坏了，坏到这么程度。保罗说要显出是恶极了，这是恶极了，要把什么显出恶极了呢？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七章十三节，上帝设立律法就是要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坏到极处，恶极的。十三节，罗马书七章十三节，你们，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罗马书七章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引着诫命更显出是什么？恶极了，把我这个人显出是恶极了，就是到头了，对不对？极就是头，再也没有这么恶了。保罗说我都恶极了，那你们恶不恶极呢？不是这个恶，恶极了吃人的，不这个恶，哪个恶呢？这个对不对？他说保罗说我都恶极了，你们恶不恶极呢？恶透顶了，恶到头了，恶到顶尖了，所以保罗才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不是他是罪魁，你我都是罪魁，你信不信呢？在罪人中间我们都是罪魁，上帝把我从罪魁中间给拣选出来，为什么拣选我？叫你没有可夸的，因为你恶极了，你要靠行善已经行不了了，所以耶稣说娼妓和税吏先进，现在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娼妓和税吏啊，在人看来就是罪恶的，最有罪的人才叫娼妓和税吏。但上帝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是要拯救罪人，不是要什么拯救义人。所以他头一次来不是拯救义人，是拯救罪人。他第二次来不是拯救罪人，乃是拯救义人。听懂了吗？耶稣再来接教会的时候，教会必须是贞洁的童女，是义的，他才被接。你被接上天了，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强，是因为上帝因信称义，称你为义的，才把你接走的。对，是不是啊？说可恶极了，再被走的坏头腔了，坏到顶了，没有一个不坏的，人心里都坏了，一生果效由心，把心坏了是什么？我今天讲了大苹果，对不对？这大苹果从外面看是好的，里面一打开，里边心坏了，里边的整个的人心都坏了，就像这苹果里边全烂了，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了，就得扔掉。这里面是人心坏透了，没办法再好了，所以上帝拣选的就是一群坏人，坏透香的人，坏到极处的人。为什么要拣选他？希望他自己再没有办法行善了。你已经到头了，坏到极定头了，你不能行善了，才拣选你，叫你今天白白得到我的义，好叫你没有可夸。你要单得能有一点行善的机会，你还是靠自己行善来讨神的喜欢。神因为神拣选人坏人，为什么？神拣选罪人为什么？他为什么税吏和娼妓先进神的国？因为税吏和娼妓那行为都坏头腔了。长期不知道跟多少男的，几十万几百万都过去了，是不是？所以你不知道讹诈多少人，他就一点没有自己无力行善了。这时候上帝再把恩典给他，叫他白白的诚意，他就没有可夸的。所以他正迎合了，不因行为诚意，乃因什么诚意啊？这是恩典时代，越南人的时代，崔立和张晋靠行为没有可观，才迎合了恩典时代的人性主义，靠着性情结果，叫你靠肉体一点也没有可观的，这怎么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税吏和娼妓要到比你们先进行，法利赛人都进不去。耶稣没说法利赛人进去，耶稣说法利税吏和娼妓到底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祭司长先进神的国了，是不是啊？耶稣指证那些犹太人，他们是靠行为称义的。耶稣是否定他们的行为，是肯定税吏和娼妓的信，是不是啊？他们借着信不追求义的时候，税吏不追求义，得着义了。娼妓没有追求义，得着义了。你看耶稣家谱中间有五个女人，哪五个女人呢？拉赫，玛利亚，谁？他马是，拉德是，路德是，八是八，他谁？拉尔，拉赫都有了。八是八，玛利亚，五个吧，这五个人，有几个是好？算一算来，按行为，他马斯克公公的，可以，拉合是妓女，八十八个大卫的，是不是啊？是。还谁？路德是摩亚的咒诅，被上帝世代咒诅的。还谁？玛利亚是童女就怀了孕了。啊，按人看好不好？没一个好的，没一个好东西啊！就按人说没一个好东西，就正因为没好东西，上次说我就先选那没好东西。我叫你们那些有好东西上一边待去，上一边待去，来，我就先选这个没不好东西。所以叫他们靠行为一个一个的啊，这正是上帝要的，对不对？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护神。这句话在哪呢？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话在哪呢？别能猜呀，那是猜的事吗？那不能猜，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那么猜那还有猜出吗？在哪？谁能记个大概在那一卷书？大概清楚。好，哥林多前书一章29节31节，29节31节，神就拣选了世上无有的、卑微的，以及被人厌恶的，税吏被人厌恶，娼妓被人厌恶，但最后神就拣选这些被人厌恶的，是不是啊？目的是什么？对，这是神的心意，你要不知道，坏头腔了，坏到极处了，没人厌恶，对不对？不坏的人你不厌恶，不坏的人犹太人不能厌恶，就坏人主，被人厌恶的主太显眼。论长相，我中间没有几个长相的，对不对呀？对。论有钱，我中间没有几个太有钱的。论有势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特有势力；说论有权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掌权的。哎，神就拣选这些人，然后呢，浩荡荡从世界中间出来，如同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然后耶和华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背着大包小牛，跟那里牵着羊，赶着牲畜，跟那埃及浩浩荡荡出来。”耶和华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人怎么想的？这说埃及人，这扯淡呢，这还是耶和华军队，就扯了兵了一群呢，这带着大马小牛的，赶着羊群、骆驼群，从埃及出来，还是耶和华的军队呢？啊，耶和华军队绝对小德行。今天的军队都是壮男壮丁，是不是？穿着整齐的军装，拿着枪，刷刷的迈正步往前走的，对不对？刷刷的，所以特别整齐的。而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几百万人。大把小的背着孩子，背着落着妻子的，拽着老太太的，但是上帝却说，又话说，看着，能看着，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吗？按肉体说都是特勒兵一群，上帝招了一群特勒兵，
从埃及地出来，对不对？嗯。背着大包小驴，带着孩子，是不是？领着老太太，嗯，驴驮着的，马带着的，就这么一群人出来了。主却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人用肉眼看，上帝知道耶和华的军队在哪。心里，我们借着祷告就可以击杀列国。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是不是？耶和华是我们元帅，是我们征战的勇士，打败列国的这一群人可了不得。祷告，山都能挪移。有一首歌说，我已来到主跟前，那首歌，我摇动他的手，我祷告做的事情是我肉体不能做的。我们是借祷告凭心战胜这个世界，凭信战胜这个世界，不是凭肉体的。按肉体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是不是瘸腿的、瞎眼的都出来？按肉体说不完全，但按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人从外面看，主耶和华看内心。对，能想象到吗？能想象这群人是耶和华的军队吗？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说的。这话第二十九节说，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什么，就怕你自夸。神最怕的就是人自夸。我有钱了，我就觉得我今天有钱了我才做传道人。我有名了，今天我在这给弟兄讲道是因为我有名了，他看着我的名望才来听我的道，就夸口的。我有地位了，弟兄姊妹可能是奔着我的地位来的，是不是？但上帝不是拣选这些人，世上有钱有势的人，有名望的人，神一个也没有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唯独叫我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神就叫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怕你自夸。下面说，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谁？必定的，对不对？神又使他谁？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神使耶稣成为我的智慧了，我没有智慧，他成为我住在我里边就成为我的智慧，对不对？我没有公义，耶稣住进我里边就有公义了，是他的公义，不是我的公义。我没有圣洁，基督住进我里边就圣洁了。我不能自救，耶稣就住进我，他就成为我的救赎了，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话，没有办法改变的理，谁也改变不了的定理，是神定的。注意往下看，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有我一点我都不能指着。注意看啊，比如说99.9%是我做成的，0.01%是我做成的，99.9%是主做成的。我有一点，我有0.1%，我拿那0.1%夸口，不能单指着主夸，对不对？相反，今天是神做的不够，我还得加上一半行为才能得救。这个人就拿一半行为和主俩对抗，主啊，不是你做成的，我还有一半行为呢。所以我不但赞美你，我也得赞美我自己。怎么样？不是你自己，不是单单你做成，还有我做成的呢，我还加上行为了呢。你看，你光叫我得救，我不加行为能得救吗？是不是得加上行为才能得救？不能加。加上一点行为就拿一点夸口，加上2点就拿2点夸口，加上10点就拿10点夸口，加上一半就拿一半向主夸口。主说：“我叫一切有血气在我面前一个也不能夸。”我叫你自夸，你没有能力，我叫你自夸，灭绝你的智慧，废弃你的聪明，叫你没有智慧，没有聪明了，就说变成愚拙人。所以神拣选了一批愚拙的人，用他的智慧来装备了我。我为什么能在这里讲道？不是我比别人智慧，
是主废掉了我的智慧啊，然后他用他的智慧装扮了我，对不对？他装扮了我，不是我有智慧，是他有智慧，他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啊。你有智慧，你就不会要主的智慧，你有公义，你就不会要主的公义，你有能力，你就不会要主的能力，你有力量，你不会要主的力量，你能自救，你就不会要主来救你，对不对啊？有一点的是你都不会轻易的把荣耀颂赞能全能归给主，你都不会这样，全都归给他，因为全是他做成的。耶稣道成了肉身，受辱、受审、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都是他做成的。嗯，不需要你，这你没有可夸的。他灭绝你，失去怕你可夸。他叫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是你意思，孩子你死了就，你的肉体没有良善，你死去，你死了免得你拿肉体挂钩，就这个意思。接着受洗灭绝你，接着洗礼灭绝你，把你的人枪崩了。枪毙了，你这人不好，啪了一枪打到，打死了，是不是？打死完了之后，你才拿我的话口，没有你的了，才拿神的话口，好不好？好，有你一点都不行。这条旧文就是专一夸口，当时是主夸口，没有可夸的，一点没有了，是不是？嗯，又何法没有的呢？等着，咱们讲到那地方。人现在已经无力自拔了，快要急促的人能有力自拔吗？人能改变吗？第七是人无法改变自己，无力自拔了，对不对？无法改变自己。无法改变自己，没有办法了，就是一点没办法。一个已经饿到极处的人自己怎么改变自己？看，怎么改变不了的？耶利米书十三章，耶利米书十三章，以赛亚书的后面啊，耶利米书十三章第23节。没办法改变，人已经改变不了，坏到极处的人自己才改自己。那个，好，找到没有？耶利米书十三章23节，耶利米书十三章耶稣为旧约圣经751页，耶利米书十三章第23节。人不能自救了，人不能自改了，人无力自拔了，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了，人没有办法洁净自己了，人没有办法救活自己了，人已经是进到死地里头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救你了。听懂这话吗？来看，现在最终价值是没办法改变，就最后只等一条死路了，是不是？这里边是，等一会儿咱们再讲。找到没？23节说，五十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的习惯行恶的，便能什么？行善。人能不能行善呢？没有办法行善了，行不了善了，对不对？无法行善了，死了能行善吗？死在哪里呢？过犯和罪恶之中了，整个人都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了，没有办法自己改变自己了。所以这里面提到古时人是什么人？黑人。古时人的黑人呢，皮肤自己能不能把它改白了呢？啊，不能！你上街里看，那个白人怎么晒都白的，
那黑人你怎么抹都是黑的，不晒他都黑，对不对？信不信呢？信。那白人 越晒越白，不信你就看，上帝就叫你看见，我给他照的那个皮肤就照白皮肤，他就怎么晒都是白的，越晒越白，特别是越到夏天了，越晒越白，这白的都透亮，白的发亮，就叫你看，而那脸越晒越白，是不是啊？那是白人，那红色的、黑色的，不用晒都是那个颜色的，对不对？它自然就是那种颜色，所以就叫你看见，不是抹白的，不是沤白的，是不是啊？不是像蝈蝈上霜的白的，就是白的，对不对？神叫你看见，我给他造那个皮肤。神说：“我造的古诗人呐，古诗人是谁的后代？”啊，韩的后代。韩的后代，对不对？怎么黑了呢？古诗人也是迦南的后代，也是韩的后代，他怎么黑了呢？神的咒诅临到他，对不对？咒诅临到他，这就是黑人。黑人的皮肤怎么洗也像很白的、很脏的似的，也像很脏的、很白的，怎么洗也是那个颜色。你给他洗，你把那皮给他扒下去，他下回长出来的皮还是什么？黑的，就是黑的。神让他那个颜色，对不对？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颜色。所以这个地方说，古诗人先改变皮肤呢，皮肤代表什么？皮肤啊，古诗人那个皮肤是黑的，皮肤代表的是什么？外在，皮肤和毛都是在外在的东西，外在东西要改变不了，内在东西能不能改变了？生命能不能改变了？能不能？谁能说我改变我的心？你外面最简单的那个肉体的皮肤你都改变不了，还能改变是心灵吗？你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你怎么抹都那个颜色，是不是？你怎么能改变了自己？你皮肤外在的皮肤改变不了，内心灵的地方能改变了？有一回我在那个在我们那边有一个，他说咱们应当上一个净化的地方，哪个净化地方？上深山老林，天天不见人，不见这个社会，这个罪就少了。你看他自己给自己悟出一条路，上深山老林的，上哪个大山洞里头一住，啊，罪就少了，离开人群。啊，亚当起初离开人群了，夏娃也离开人群了。夏娃那个罪不是因为人群来的，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夏娃是也是个人的，单独的跟魔鬼来对话，他是采取是吧？吸取了魔鬼的话语的，是不是？是。我就说了，那好，你不进山洞里吗？你进山洞逃避了这个世界上人群，但是你逃避不了你自己的心灵世界。耶稣明明说你的心灵世界就是恶的世界，从心里发出来苟合意念那些东西都全是心里发出来的。你我说你脱离了人群，你怎么脱离你自我呢？你自我你怎么脱离呢？你没有办法脱离你自我，你就没有脱离人群。起初亚当上面就造一个人，对不对？而这些人都是从亚当来的，他没在人群里头，他和夏娃是一体的，就等于一个人呢。最后他照样接受罪恶，所以这个不是离开人群，这是佛教的道理，道教的道理，上深山老林里苦待修炼。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道理吸收到教会中间去。该没有罪的耶稣，他就降生在拿撒勒，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有罪的世界中间，他也是无罪的。该有罪的人就降给你降生在一个最圣洁的地方，你照样不圣洁。听懂了吗？那是生命的问题，那并不是外在的问题，是不是？你逃避了人群，说人群中间有罪，你也是人群中间的一员呢。人群有罪，证明你也有罪啊。你有罪，你逃避人群，你怎么逃避你自己呢？
这个方法对不对啊？这是方法不对的，所以任何人用这种方法，那都是其他的宗派的一种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信成义，我怎么因信什么成义？最后我们可以知道有个途径，这个途径很在圣经里很简单，所以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学习。谢谢。